小可爱，你今天穿着是什么漂亮的衣服啊？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我会跳。好可爱呀、啊！这谁送你的衣服啊？怎么有这么漂亮的衣服啊？哇，小橘子的是小恐龙，然后你的是小白兔，对不对？姐姐的是小怪兽。哇，好可爱哦，我没有看过这么可爱的耶。然后昨天你的时候，你是睡觉的时候有穿它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可爱哦，哈。你真好，你真跟谁一起睡觉？请告诉我，跟我一起睡觉啊，是不是？那个没关系，到时候那是不是那个脏脏？我到时候再洗，没问题哈。然后昨天我们有去清水公园玩吗？对。玩好开心吗？很开心。是不是？然后玩多多又多多，昨天都跟婆婆在一起，对吗？对。好高兴不高兴？超级高兴，对不对？对。宇宙超级高兴啊，对不对？小可爱要常常回家哟，好不好？我月底又会再去带你哦。6月29号、28号那时候我又会再去带你哦。啊。那我今天8点要去教会，那妈妈在2楼睡觉，那个妈妈会那个照顾你，你先在这边玩没关系哈。因为我今天在教会当招待，所以我8点钟就要过去了嘛，好不好哈？那么因为妈妈昨天有工作，所以她在2楼睡觉啊。那你就到时候你就先在这边玩，等到妈妈起来，她就会上来 ，OK 吗？好，没问题。那等我去教会的时候，你再到楼下玩，好不好？那你会唱一个歌吗？你会好了，请唱一首。我是有钱，也不含蓄，不啰嗦，爱是一种。我是有钱，也不含蓄，不啰嗦。好棒哦！谁教你唱的歌这么好听啊？老师教你唱的吗？太好听了耶。然后7月或8月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学校会有表演？对。那阿婆会跟妈妈会去看你表演哦。好开心吗？对。只要以后你有表演，我们都一定会去看的哈。你放心，我们都会在下面帮你拍手拍手拍大大声哦。像上次那个圣诞节我们有去看，你记得吗？你看到我有没有吓一跳啊？没有。哟，为什么呢？你知道我会去是吗？你知道我们很爱你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下一次你表演的时候，我们再会去看你哦，哈。那这次端午节跟 Jumi 在一起好开心。等一下，那个小阿姨全家人也会来哦。小阿姨还有姨丈，还有小橘子，通通会来哦。对呀、啊。然后今天中午我们要一起去大杨梅儿庄一起吃午餐，好高兴吗？那今天是2019年6月，几号啊？6月9号吧。现在有时候日子搞不太清楚，我要看一下今天几号。哦，真的，今天是6月9号，明天是10号。哦，好，小美，拜拜，拜拜。